有表情的饼干，你们想尝一口吗？嗨，我是张醋醋，这次做的吃的你们一定喜欢。看着它的造型实在太可爱了，主要最近很多人都在捏一些小透明，我想了想，其实可以把它们做成吃的呀。虽然造型没有粘土捏出来的那么好看，但也算丑萌界的新秀了。外圈做的是糖霜，里面透明的部分就是珊瑚糖啦。做的时候我还在担心珊瑚糖温度高会不会把糖霜烫化，好在它俩比较给力，只是裂了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小缝。接着把各个部分组装起来，然后用可食用色素笔画出表情就 OK 了。我从小手工就不好，所以做成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另外醋师傅还要提醒一下，拍照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如果摔到地上它就会变成一个秃头哦。有没有超喜欢皮卡丘的人呀？嗨，我是张醋醋。前两天在澳门玩的时候，居然发现了麦当劳和皮卡丘的联名款，简直太可爱了。我立刻走进去点了一份套餐，看看它和普通的麦当劳有什么区别呢？麦旋风是香蕉巧克力味的，吃之前炫一下才有仪式感。苹果派里面还有一层芝士，一如既往的好吃，就是吃多了会有点腻。炙烧牛肉饭是米饭加的牛肉，不过我还是喜欢正经的汉堡，那样吃起来才爽嘛。最后这个白桃特饮强烈推荐，满满的水果块还有超冰爽的气泡口感，我喝完又去买了一杯，太爱了。但是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薯条和麦旋风才是绝配。